人啊。是是是是，品燕，你是哪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郑品燕。啊，你好，好，对对对，唱将很会唱歌哎，还出唱片了。破关破完了，对呀，一起他们抽彩，哎，你就搞清哎，你跟大家说你在哪个比赛比出来的？超级红人榜过二十关，二十已经破关了，他七个月就破二十关了，年纪最小的，而且还出唱片呐，对，哎对，就是出我的新单曲《成长的歌》。那现场给我们唱一下的小朋友，哎好，可以，好来，哎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才当徛在家，对，爸爸妈妈很显然是被爸爸妈妈罚站啊，不是啦，你们是滑稽啦，有满满的爱，徛在舞台啦，不错，成长的歌给他支持一下，来，请坐。